300亿抗疫基金嘅全部抌落去公立团体嗰度嘅，呢一个武汉肺炎感染到好高，好多人唔识，好多人放紧冇薪假，好多人根本唔够公开冇钱，林郑系有百分之400%嘅责任去先救嗰啲人，因为个市系咩咧？就系已经挖咗钱嘅人。 我哋講法好簡單，社民一個法好簡單。如果你認為冇錢嘅，如果你認為冇錢嘅，唔該，問啲有錢人，包括公司機構啊，來賺咁多錢，呢邊賺咁多錢，呢一個賺多過5000萬嘅企業，俾咗3% 税，已經有多幾百萬去周旋。其實今日我哋講唔曬咁多嘅訴求，不過每人派1萬同埋。 呢個失業援助金係工資中位數嘅30%，同埋16000蚊最高上限。如果林鄭連呢樣都做唔到嘅，咁咪即使係唔係救人。我自己經歷過呢一個沙士，亦都經歷過毒市，嗰陣時就係真係救市，而家都係一樣。我係知道喺呢一個貧窮嘅疫情底下。 窮人係更加難，做窮人難，喺疫情裏邊做窮人更加難，買嘢買唔到，冇時間去買，冇錢食飯，講曬。所以我嚟講嘅就係一樣嘢，就係設立失業援助金，設立失業援助金，每人攞1萬，每人攞1萬，各位。 我哋嘅講法好簡單，救人先於救市，救人先於救市，設立失業救濟金，設立失業救濟金。